很多帆布包。然后呢，我现在要来先介绍的是这款。这款呢，它是侧背式的，然后它没有拉链，可是它空间很大，而且它还有内袋，对，这么大。然后它的底部是有可以放的。然后呢，它有鲑鱼，还有披萨图案的，还有啥？我一直忘记了。好，还有那个温馨戚风蛋糕。草莓千层蛋糕，刨冰，大家看它是什么？它是猪肉排。这个抹茶卷，抹茶草莓卷，三个小果糖，它是不同颜色的，它有黑底，然后粉红底跟比较接近肤色的底。饭团果糖，这个比较大的，印超多图案，每一款都只有两个哦。手提包，然后呢，超棒的是它还有拉链哦，那就不用怕东西被偷走。它有拉链，然后还有那个放内袋的，这样它可以这样。手提包，它是情侣的，情人节拍到了，然后买一个。啊，这个是小提袋，就是出去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可以放零钱啊，可以放小东西，放钥匙都很方便。它有这个图案，这个是起司控必备的。起司控，你看，那有披萨、蛋挞、焗烤，然后起司馒头、蛋饼，然后这个是乳酪，起司乳酪，然后这是士林夜市可以吃到的马铃薯起司，然后这个是起司薯条，然后炭烤的吐司，你看那个起司留下来，抹茶控，你看有十二个，这两个都只有两个而已哦，没了就没了哦，对，就是它就上面就这样，赶快找我买一个吧。